最近，拉夫劳伦官方 Instagram 发布了肖战参与的一组活动大片。这组照片展现出肖战的迷人魅力，完全征服了粉丝们的心。在照片中，肖战身着经典黑色西装，看起来彬彬有礼，就像是一个现代贵公子。他微微侧身，侧颜剪影十分迷人，简直就是绅士界的潮流标杆。他的双眼深邃而迷人，仿佛能够洞察人心的深渊。 他的一举一动都展现出温文尔雅的气质，即使在粉丝们尖叫和闪光灯的注视下，他仍能保持从容的态度，彰显出超凡的气场和自信。这组照片不仅震撼了现场观众，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。肖战以实力和作品说话，在演艺圈赢得了大众的尊重和喜爱。他不仅拥有超高的人气，还一直在事业上不断进步。 他的演技越来越出色，参演的作品也屡获好评，让人对他未来的表现充满期待。肖战的这组新活动照片再次证明了他作为时尚偶像的实力，同时也展现了东方美学与国际品牌的独特融合魅力。他不仅是无数粉丝眼中的偶像，更是中国艺人的骄傲。他的未来可谓无限可能，让我们与肖战一同期待更多精彩的瞬间吧。